好的，各位观众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水饺罐头的游戏频道。今天要玩的是罗马尼亚。对，因为我暂时也不是想不到玩什么，原本是要玩别的游戏啊，只是我朋友忽然间都，他们忽然间都没空，来接我啊。所以我看一下吼，来试一下上次要玩的这个啊，巴尔干霸权。巴尔干霸权的话，这边下面给很多战争借口，比如匈牙利的。给分裂、斯洛伐克、傀儡、保加利亚、南斯拉夫、希腊，还可以土耳其，基本上这旁边这一圈它都可以扁，就是这样，蛮好笑的。但是它前面点这些有个要求啊，就是你的军力要够。那我们这个部分的人力其实蛮缺的，太安安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地方怎么炸也才。18.07M，然后目前的总人力是271，要等他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先切个法案。那我们先点开一下人力有关的话，就是一、二，所以这样会给2%，然后这边会给1%，不过这个是左边，跟我们要走的没关系啊，先点这里好了。哎，安安，哎，恭喜啊！恭喜成立欧盟，容易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直接直从这边下来算了。看一下，我们要先拿人啊？为什么还有个中国？是有人跑到中国那边阵营是不是？哎，我想一下哦，我要拿这个会加。加 PP，我先，亚马加 PP 啊，对吼啊，对，他后面有，哎，后面有个老毛奇，然后他会翻脸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会打那个，就是抗日结束之后，他会跟那个在扁，跟蒋介石互殴，激烈互搏，抗德失败，可怜。我们这边先盖一些，因为要找战，所以盖军工好了。然后空的话拉个，啊，有炮有枪，还不错。先这样好了，买个钢。哦，要我这样没有工厂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会出事。先拉回来。你说你哦？他加轴心哦，那麻烦嘞。哦，那真的麻烦。我那个要打野。哦，好别。这个哦，算了，拼了。他们一个加共产，一个加法西斯哦，也是很会呢。一个加共产国际，一个加轴心国，赞。他们没有自己的阵营吗？光头没有组那个吗？他没有组那个哦，这么嗨！哦，他点了啊，靠呗，我可怜，决定先走这边下来，先点这个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因为我要转正题。转正题的话，好像不能点这个。我想一下，因为他说换，要换执政党。哦，换这执政党是中立嘛？哦，OK，是要换他上来。我应该先点别的。什么好呢？绕了，然后这边先上一下我需要的，来靠要靠，哇塞！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往下走，要到这里。哦，你也弄蛮多40宽的。
他退出之后加那个哦，那这样变很麻烦。然后这个要修订宪法，然后这个下来，哇，硬着头皮走了，希望它的效果不要不见。那个祖国的哨兵还要在呢。先一路点下来，但是要被搞死。不过这样听起来，你打到47年，我觉得算快。还要打中国，还要打轴心国，还要打……是说不用打苏联的。不过中国，我觉得没有比苏联好打。接下来，然后再走这。那我看一下，哦，它盖完了，我自己继续盖好了。盖个船厂，然后下点，就等他跑吧。我们先转正题再说。哇，我真的缺人力。切法案喽！好呀，那下哈，那用个小的，好样子。他们把全部掌握在他手上。哎，哇塞，不能切，切不了。罗马尼亚的民工也太少了吧，这少的可怜。不要搞我。海监工厂真的蛮多的，欧陆我觉得推过去蛮合理的啦，因为就毕竟补给比较好了，相对来说。哦，看一下往下走，对，啊，走这个就可以换了，就可以上一些我们需要的人，对吧？先上这个。七步二炮海，对上你的40宽。哦，对，他们好像德国到后面的话会换编制啊。还有，我记得有讲，之前听谁讲，他说他们后面换编制，然后穿甲率会比较高。终于取消掉了。就这个，然后点左边吧。这样直接拉35哎，我一上来就要过50了。对啦，来来来，这样就对了。拉几个好用的，进攻进攻。我们现在有556K， 566K， 那我们打一下可以先点个，没有匈牙利，匈牙利可以玩。有匈牙利可以搞，
哎、欸，你没有，哎、欸，你没有全买，我以为你有全买 DLC。看一下哦，等呢？啊，对哦，这边要政治对话，那大家可以直接投了，直接公，大家直接公投就好了。快过五十了，其实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！这个会换人上去，但是换铁卫队，然后自己人口会减一趴，等于这个东西会不见，然后换一些别的东西，好妖，烂哦，烂透了这个。他先变身，不管了，去施压一下。在这期间先点一些别的，我没有，我主要是要那个啦，我原本想说走这边拿人力，但是，哎，走下来之后这边一趴嘛，然后这边那个变减一趴，要把它抵消掉，这没用。尴尬，超塞超塞，有啊，可是。没有，可是非核心能力，因为我们手上非核心能力的地，非核心的地也不多。我在前面想要先炸一些，大哥，大哥别闹了，等他等下就要下去了，静等静。先拿一些军工出来。多少？现在才三百二而已，三百三。把这些挤出来说，先出一个 MP 的，弄比较快。我到后面如果真的比较多那个非核心地后，我再切就好了。我是因为这边只给一趴而已啊。中国的投降极限哦，哎，虽然日本都要被恶心一次。懂哎。啊，那边也算了，他吞掉日本那个也给他。哎，等，所以他哦，他打完日本哦，连日本都打掉，不刺激。哎，我看一下齁，这个不能点。这边，哎，我看一下齁，铁卫队、秘密警察，这就是看想要哪个。我想要宪法保障，宪法保障跟秘密警察都不错。铁卫队，铁卫队，我要想一下。铁卫队，我要想一下。铁卫队效果还好，没有那么好用。383了，好，再挤一下，再挤一点，把它挤出来，大家努力一下。好，OK 了，先来个。哦，所以你是先拿东京，然后再从那边过去。先点这个好了，这边比较快。匈牙利重组，也重组，重组就很有意思了。重组的意思是结盟是怎样？可是不听话就扁。那是为了点下面这个，我先选这个，然后走这边，再点左边，一步一步来。
然后接下来就等100 PP 公投啊。哎呦，他元帅很 chill 呢，这啥？我操！但是这个比较厉害，他有后勤奇才，先，那我就不用练了，很好。兄弟，快点！感觉大事不妙。投投投！他是换人上去。好，先这样。这边要我看一下哦，印太战争。就等他跑，那我们先去找匈牙利算账一下。La comanda. Gata se treci. Attenzione. 那个真的很麻烦的、啊，因为而且这年你这样打完的话也不需要玩了。是你为了成立高盟，全世界都扁了，很可惜耶。我想说，可以留个中国或什么的当最后大 boss。对啊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哎呦，注意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战争借口，就是要这个，哎，开扁，开扁。欸，这边有四亿人口奇葩，我现在发现。然后，他是给自行反坦克哦，很意外的。不过至少我们现在枪不用缺了，枪不缺。对，对，集够，分裂斯洛伐克。人最多，棒！兄弟，你们到了没？打架了 ！Oh yeah, come on！ 这两个好康的。啊！中国四一年就投了。太快了吧，大哥！中国很快哦，我会投、哦。人打太爆了一点。这么爆的吗？靠他拿枪了。哦、oh, 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在？到底要怎样？啊！天哪，把我逼死是不是？在这边跑马比较好一点。如果要再搞，真的是哦，我气死！别搞了。哎，我要拿枪呗，拿个枪也好。哇，这边吞完是吞完，我想一下要吞还是要这边哦？要吞还是要傀儡？还有108个旅，傻小，哎、欸、不止哎、欸，不止180个旅。等一下，留着对我比较好，还是吞掉？我应该留着，因为我吞掉的话我如果我全部吞了，因为我这边也没核心，
然后我这边还有一堆国家要打，我不，我想一下，法西斯英国的好处，我觉得那条路线好处就是你有可能打比较快，就是比较早开打，有可能。然后其他的我觉得还好，他的就是上次讨论过嘛，他的好玩程度没有，就跟王党差不多，但是王党简单蛮多的，就王党比较简单啦、啊、以帝国联邦来讲，然后一样的结果来说的话，王党真的比较简单啊，他就多后面多一个那个而已啊，多一个欧盟，就见仁见智。就两个美国打起来，我觉得都还好，就没差，没有差到很多。但是，他真的可能就是比较快吧，稍微快了一点。如果内战打快一点的话，是真的可以打比较快。看一下，还有傀儡，然后凹他的地，问他的资源。小王党，哎、欸，对，王党要压他那个倒是有，我要压一下。罗马尼亚属匈牙利，好诡异啊！我们那有工厂，哦，有铝，棒棒。跟匈牙利买好了，好像匈牙利没有，好不？那我可以自己出了。先出个坦克，没有，不用跟瑞典买，我跟德国买啊，这样跟他关系还可以好一点。我出坦克，我刚刚点掉。枪，机枪，机枪，哎。你现在也不用，现在我本来想说要研究一下坦克配置，不过 1.12.8 又要换了，所以我也懒得，我也懒得，懒得用了，太胖了。嗯，这样差不多 8.08 惯用坦。他的，欸，他有，哦，他没有，好吧，他是轻坦跟。可靠度加5、哦、没差了，这样好了。可靠度加5是真的还好。Attenzione！ 如果他不听话的话，不要再扁一顿了。好的，备好。看他要不要割啦，他是说什么跟德国谈哦？那我最好跟他拉一点关系。最好跟他拉一些关系，跟他攀，他卧膝长谈一下，促膝长谈。但是不用加阵营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100/100了。也就是一啊，接下来还有4个国家要打，很好。哎呦，对，可以扁了。哼，要割了是不是？大家一起割。赞赞赞，就是这样。如果现在割下去，我想一下，割的话，我现在如果不加入的话，是不是也要割？想说那个留给他，就如果我以为他是自己只会挑事件给我，他
还是我太早点了？然后这几块地，这几块地也没什么。这边真的对我来说，哈，宁愿去拿这里，因为这边捷克，不是捷克啊，德国会拿走，他可以是吞，那就算了，就玩我自己的。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捷克就放你一条命。哎，就他自己打了，完了，我好像把德国害惨了。哎呀，德国，你还是太冲动了一点。哦，这个还没画，忘记了，要切一下。我要抽750K。肢解，这个好像是用点的，然后这边是直接拿哦，烂的，这边切一切应该一会122，那只能再往下切，只能切到10%，哎，哎，碎了，感谢各位，哦，终于来点好消息了。哎，他是直接听话，我不用扁，不然我真会头，那头会痛死，会疯掉。但是我还是要出一个十宽的，哎、欸，打我看看，你说我不用打德国，我没有打德国啊，这一局没有打，我没有一开始预想就没有打德国，就没差，我跟着他。吃好喝好的。如果我要打的话，我可能会选共产吧，打人力比较有保障。点完这边，然后走这个，哎，又多了一个小弟。表示要打大胡子，这一局啊，这局第预想是这样，要扁他。罗马尼亚的人力哦，我记得比较少一点，就是偏少。比波好像比波兰少，没记错的话，有少有比他少一些。哎呦，连线的，赞赞。等一下，我要走到哪边？扁一轮再说，先切这个啦。对啊，他这边加人力的比较少啦，有加1%，然后哦，现在817，应该可以。靠腰嘞哦！我哭死！我真的哭死！然后他是把祖国哨兵用铁卫队去顶掉，那不行。哦，这边还有个7%啦。然后我也想砍他，哦，他真的很烦呢，哦，真的，哦，好久没有遇到这么鸡巴的人。哦，这边我想起来，这边就是开始点那个东西，用 PP 去点。然后他们最后大家都点完一轮之后，南沙佛直接崩掉，很好笑。那我们这边可以邀请他们进来一起点，这很强。哎，我决定走，
还有什么可以打希腊啊？我怎么打希腊？往那边下去。希腊哦，好，就这样。现在军力要打希腊应该不成问题。要借到，借到保加利亚，我完全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。然后现在就是存 PP， 一次点20，啊，先点完先点完的，好像就一定拿到那些地，就一定就是先从跟自己有接壤的地方开始点了。我没有 PP， 没有很多呢。哦，我一定要邀请人进来点哦。我不能邀请德国，德国不能相邻，好吧？那就匈牙利喽。哇，德国，你不能加入分割 Party。波兰，让他部队去填线。先把这边点一点，邀请人家进来割的用意就是早一点割完，然后早点结束，就这样，早点拿地，用意很简单。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割的话，你就慢慢割。慢慢点，慢慢点。啊，受不了，意大利进来了，算了算了，大家一起进来玩，不要走，我在割。好像先，我记得是先点完三格的这块地就一定是他的。那这边被肖力拿走嘛，那我就不要拿。对，你讲到一个东西，他那个偷 PP 的机制，我觉得不要太那个。就是你就当作有偷到就有偷到算赚到。我每次偷都觉得说，干真的是不要太相信那个，他有时候只是过去，然后有渗透进去而已，不一定会偷到。太相信，太应该怎么讲，抱持太大的期望的话，很容易破灭。我说算了算了，然后就看得很开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就跟那个一样，我有时候点一些转正题的时候，他会跳一些事件出来。我想说啊，算了，有跳就有跳，没跳就认了。哎呦，德国，德国进来，大家一起进来割，不要走，我再割。Oh yeah， 回来喽。拉他进来，continua a se deplasar in aite， 那他部队都挤在前线，那他好像这边还在围。他没有预设，对，他没有给预设学说，我也蛮惊讶的。我有给，我现在因为打苏联都习惯蹲坑，所以我都会点这个。那现在缺人呢，我在想要不要点人海。还是点机动，我有拿那个，因为人力的话，点人海跟机动都不错。点机动好了，因为缺人，就是换玩一下机动，好久没玩。有机动给人啊，不过是给比较烂的，
所以他那边是比较烂的东西，也不能说比较烂，就是不太需要点的地方。他的左线有给，好，我刚忘记点这个了，靠北。好，我拿完这两块地了，我要跟意大利抢。还可以扁土耳其，开心。这里还没掉啊，太久了吧，大哥。哇，我的装备可以再缺多一点，然后你可以再烂一点，你给我个白的，一个特质都没有，好歹给我烂东西，我也都不至于那么气，一个特质都不给，你们太过分。好，我拿完这三块。拿到这里好了，啊，可是这里有马其顿那些，靠，我就不是很想拿，拿这个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啊，靠，我去死啊！我怎么都可以枪毙他？要跑什么？哦，特种部队哦，有道理。人家开然后没有给，然后自己研发。哎、欸，有给三 D， 好吧，那我打玩一下。攻击龙。你说间谍啊？哦，我你是说那个，这我都没用特种部队。都盖那个是不是？这个东西。把我等下再点。如果刷还是没有刷到好的，我就再去花那个去点一下，都气死了！靠腰了呀，真是！不逃，这样不逃，这么硬，哎，魅惑者我觉得还行，算可以，魅惑者我还接受。大哥，你要不要投、哦？啊，不能点了，没得拿了。啊，我腰嘞哦，他们就一直跑来跑去，还会被 diss。我想说应该打很快，没想到被困在这里。我缺太多部队了，缺枪啊，还缺炮。我应该是缺炮。缺那个枪，缺口真的是。他、啊、到底要不要投？我要打到哪里？哦，看，讲乐器。
但是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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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不用管他了，然后凹工厂就好，拿资源强海军契合成好了，剩下现在在割南斯拉夫嘛，剩下土耳其，土耳其的话可能就要，土耳其比较麻烦，土耳其可能要登陆一下，跟部队号召他们一起进来割，然后登陆部队上，要入走，但现在还行，现在还可以盯一下。啊，对啊，对你讲到一个，啊靠，被这边拿走，我们把地割完了，没得割了。但是我要再打完土耳其才可以去选，可以 ，Yup， 可以再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先切好了。150K 嘛，有切到10%终于够了。啊，那个真的用两击的，翻正面跟他撞，很麻烦。我想法是从这边啊，这边包嘛，这边撞，然后从这边登陆，顺便，这边登过去，三个方向起来，想是这样想啊。啊，可以，哦，已经可以最后通牒了。大家都点完，然后就可以开割了。然后骑兵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说到这个，我要想起来，我还没有那个。那我要画登陆线才可以。然后，罗马尼亚该不会开一局没有给登陆艇？不会吧？有给吧？操你妈！怎么没有？啊！你他妈的居然没有给哦！哎，好，算了，算了，不要生气，激怒。哦，老天爷，他居然没有给哦，好烦哦 ！Oh my god！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， 125天吧。我们这个跑完这个70天。哎呀，真的是！痛苦。这边我想一下，左右边差在哪？啊，那我不等了，我要，因为他再晚一点的话会被饱读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就要被饱读了。现在点可能英国就会保住他了。对，东西收一收吧。东西收一收，准备进攻。太多了，这个。很好。然后这边先补人，把部队送上去了，大家从那边等。到时候这些部队就换掉，换成跑马的，节省一些人力。我们再玩不起，玩会出事。这个150要换这个，
该就先把枪支缺口补完再说。不然缺口太大了，然后还要一直被凹生活消费品，我受不了。啊操你妈，关我屁事！哦哟，啊，不如一枪毙了我，受不了。哎，关我屁事！他看到就看到，又不会怎样。他都已经去了。他都去了，你看到他，你也不能怎样啊！除了哭之外，你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？34。要疯了！哎，感谢提醒。应该啊，有够够够，我的火车跟那个够，还够，还是行的。先拿这边拿一个奇葩，等等等等，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点下去之后，他给我一个七步二炮，他是不是瞧不起我？他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嘲讽我？我很不爽哦。哎，他没有饱读，好，不会啊，哎，他比给一个工厂还要烂呢，我已经不知道他那个跟70天给一个工厂跟70天给一个七步二炮哪个可以，这两个可以角逐最烂国策，要气死。疯掉，好去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？然后我没有装那个了，我没有装那个表情符号。所以你打那个不会跑出那个笑脸。我知道你，但是我知道你要打哪个，没关系。I know。那你要打哪个表情符号？谁？欸靠药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进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进来开跑。没关系，大家一起跑，跑着跑着就会赢了。哎呦，给，哎呦，这个还不错。内乱哦，还好是我把那个点完，他才跳，不然我都会疯掉。啊，他疯，但我已经要疯了。你先别推了，要去只是害让自己更难堪而已。好喽，兄弟。好，家里也要给。Continua a se deplasar. 哎呦，他们这个实力，因为我这边又没补给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要被切断了，要被断补给喽！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！干！我要去抢个补给线过来。哇靠！他登陆我哎、欸！爱神啊！
乌尔奇居然会登陆，没想到，居然有被土耳其登陆的一天，太震惊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有道理，继续骗，先骗一些好了。有他既然既来之则安之嘛，既然都来都来了，别走了吧。那我这边哎、欸，打不行，我这边已经有了。我就用这边去骗他部，用这个港口去骗他部队。啊，后面这边问题是。问题是我把别人把港口都丢了，这问题。他这是一格，这是一格吧？没错。有打下去，哎、欸，赶快从背后戳他！有，他跑了。好，我们拿到补给了。欸、这个仗还可以打，这个仗还有得打，怕不怕？来啊，再来啊！哦耶，结束！完了！二战是不是要提早开打？手操15的关系，结果变成这样。布奇打太慢了，都在一个缺补给的情况下这边，太好。很希望这边他们再多派一些部队上来。然后要吃手操，没有，我刚真的是。太大意了，一个没弄好，不要跑掉。不知道，应该是我下面没有顾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缺补给。看一下这边写什么。啊？运输船无法进入。啊？搞不懂。这边是不是没有港口了？我知道。但是现在应该有港口了，我先把路上的补给开通就好。你看我们船也有，哎呦，我拉希腊进来了，由希腊控制，运输船无法进入，这边是陆路啊，我说这边应该是陆路，应该没差。到什么这边就过不去，靠腰。Attenzione！ 那不是他，因为他是写说无法进入，那港口也没有。那我看一下，哦，这里啊。欸、哦，这里掉，我看到，应该是这里的关系，因为它这边有个海峡。我要先把补给线，要先把那个拿回来，还有机会。
对啊，没有，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不能？因为理论上这边陆路都已经好了、啊，应该是畅通的、啊，就是应该是 OK 的，可以一马平川过去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过不去，他就是显示说那个不成功。又没有这边也没有要走运输船啊，这不是陆路直接过来？还是哦，还是哎、欸，不对啊！等一下，他这边是走雅典自己的，我帮他盖，你要帮他盖，帮他盖一下。我就在拼，就手抄一下，包围他们就了。把后面地踩一踩，管他了。这边拉起来不知道，他该不会是算要从这运过来？说这边要拉那个封锁线。无敌系统真的很智障，然后把封锁直接封锁不管了。北七北七，刚他不知道从哪边拉，他一定要走海路。因为海路可以走，他就那他海路的权重比较高。这几天玩下来才。重新审视一下，发现他海陆的权重是比陆路高的。啊，打还要多久？人要没了。想土耳其要怎么办？土耳其我要留吗？这个垃圾还会跑阵营。对、啊，因为我刚刚有封锁，然后我拉一条铁路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个成功了。不知道是哪个先到，对吧、啊？就算了呗。没有吞掉，我要压补给，但是不吞又怕跑掉，他那国策太智障。新的俄国车。啊，结束结束了。好、哦，英国波兰联盟。哎、欸，第一次看到这个事件呢、欸，是啥？我大家研究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。鉴于德国近期的侵略事件，很明显是被迫。知道，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。来，我们吞哦、喔，要吞的话我还要压，这不吞又麻烦。这边有个这个斯坦，把它放出来算了。没有，我知道我不会亏他，因为亏他的话他会跑掉。对啊，他会跑，他只能吞，他吞了又要，唉，只能吞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还是给希腊算了。我没有，我不想管，想管土耳其。啊，他的地很臭，我不想打。哎，加走心国。我看一下他们这个联盟叫什么？一样叫同盟国、啊。Weird。好了，我们这边走完了，全部走完了。然后现在开始能歌善舞一下。这边有加产出，感觉还不错，我想要产出。但是秘密警察，产出跟秘密警察，我想想，不然都不要走，大家都不要走。
把他砍掉，受不了。啊，最后通牒了。哦，这个地割的有够难看。注意啦。哦，可以再难看一点，没关系。太棒了，我们可以割这么丑。一下把它变不见了。啊，先回来布阵了。准备派集结部队打苏联。还画防御线呢，不是防御线，还要画盖碉堡。对啊，那个新闻我以前没看过，我自己也很好奇。我不知道那啥小。对啊，他要跟我要啊，所以我要先点啊。我们要割的意思啊，我就是那个时候就要扁他了。哦，你他妈！啊！老天！要把这个换成40宽的。皇帝，我不知道我在查，这应该是后哦，这个啦，这边才可以。哎、欸，不对、啊，他这个是右边的、欸，好像要点这个强制退位或者是啊，这个会掉一趴哦，所以我一定要二选一，然后选一个把他赶走。现在只能点这个，我先点这边下来，然后再点这里，先保保障。然后这个先换成直宽的吧，被用防线就。这样，然后凑陆军经验用40宽的。哦哇，好丑、哦、这里。Attention！ 哦对吼、哦，好吧，先来练一下。闲着是闲着。Come on, tell us。我现在有枪，有卡车，哦，有战车，我都有一点。我那边稍微熟一下就好了。主要是看他会登哪里，就现在有一圈，他顾这里。这边比较危险，我决定还是用坑杀的方式。去坑他啦，对啊，就蹲港口就好。就没有想要，没有特别要干嘛。就是慢慢蹲着，跟他耗，把他上来，丢港口给他也没差，反正他港口拿越多嘛，我们这样吞的越快，对我们来说是赚的。他开始玩飞机，哦，飞机相关科技又没点，然后呢？看一下这边，我能选谁？哦，就这样。但是我记得他这边是后面会给红旗的，我看一下，我家是在这里。哦，这边，他就给效果。看一下德国是什么？德国是欧宝嘛？欧宝是给加可靠度哦，真的还好。这个减生产啊，这个加速度，啊，那英国加速度，我美国的，这比较普通一点，朴实无华又很强，减生产那里面算强的了。
那我要先点这个、哦。他、啊、那个东西好像没那么早割哦。我如果要割那个的话，但没那么早。这里还是要顾一下。搞飞机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已经不想管了，我放弃了。我决定蹲坑，然后用港口，就靠这两招了，其他不管了。对啊，就等小胡子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不管啦。Ordonati.我想要再多，但是我刚拉多少25个，然后慢慢弄，然后再调，因为现在没有工厂。如果不用枪厂的话，其实用枪厂的话还行，还有时间。啊，不是枪厂，讲错，飞机。算了，飞机我们都出一些意思就好了。炮要炮比较少，炮有趣。但我觉得炮现在比较危险。我看他们的部队。我先把炮拉起来，然后再拉35。现在比较缺炮，因为枪现在我觉得还行啊，但是炮这个数字不太够。但也没有要干嘛，就是整体来讲话，枪是真的比较缺，但是枪现在25场，该我觉得够吧。先调一下，哦，现在也没有再盖军工。哇，他这边部队，他们部队很多呢，他们想要进去。对啊，应该够我打了，暂时够我玩了。主要是我前线要先扛，要扛住，要扛住一波，让他不要上来就好了。我现在甚至连枪厂都不想换了，我现在比较在意数量，数量有到就好，我换带了。把一些工厂拿回来，我们现在85、87。我就要开始走了。对啊，没有他换代是比较好，可是我现在，我说我现在打法也。太需要换代了，没差。Attenzione！ 也没关系，对啊，会少啊。而且应该是我现在走的是集中，如果是离散的话，可能换下去比较不会伤，因为现在太晚了。其实也还好，39年，算了，不换了。哎呀，有人死喽！再要，要守港口，给他点一下，很快，因为比较早打啦，二战比较早打，走哥，OK， 海岸线跟港口应该就够了。慢铺，然后凑40宽出来。
八绝没八万，然后不用画线算了。对啊，现在这边一批吧，然后这边一批，这一条比较麻烦，这一条画的话会多格。通通，这边掉的其实也没差，先让他守这里。六好，六。上面计划人，计划部队就划部队去守。哎，这边还有个二四。不幽默，正面比较小，所以现在正面小了，部队反而没有用很多。我需要一个比较好的，这个不要用防守，就等下换成40宽进攻用。好，要占六个，炮都不够。天哪，先用它去填了。先填喽，点个恐怖的巨头，多给三个，下面给石油。我等一下就直接往下点，我把它毙了，受不了了。不再让那个智障搞我，憨仔真是。那没完没了。被那白痴气死。就缺橡胶，我已经法国买。意大利这里，蛮危险的。等一下，这边怎么变意大利？这边怎么变德国的？真神奇！那土耳其真的很搞，如果土耳其不会跑的话，可能就把它放出来。啊，但是它会跑，放不得，放了我会先死。我想一下，我这边要走，我要把他抓起来，我受不了了。先选一个烂的。
先选，这个会换，然后这个是换成，反正点这个卫兵也要掉，他一发的加成没了，就不要太伤心了，啊，点掉吧，越早把他送走越好。OK， 现在2040年2月，什么时候要扁呢？我、哦、这个还被中间开花登陆，哎，是他也不用打希腊，什么都不用打，他怎么打成这样子？他应该不用再抽兵力了，你怎么打成这样？搞不懂。打成这个鸟样，真了不起耶！他明明谁都不用打了。可以变这样子，就很神奇。哦耶，退位，抓人。国王去死吧你，真的是。吞掉我一堆东西。哇，傻鬼元帅！再来一个上来。哇塞，拉到一个白板，赞！也是很厉害。没有，我想说，不是，我说他最少应该也有一些，他有个那个也好，看、啊、那个在哪里？哎，有个效果，好了，我说他至少要有一个，哎呦，这个还不错，严厉严厉的话。我记得他是说有严厉，你刷那个会比较容易，就是他升级的时候会容易跳进攻。他有些东西，我记得那个是隐性，就是隐藏的特性。哎呦干，没记错的话，就他有一些，他将领有一些特性是会加他升级的，升级时会跳的东西，但是他那些东西不会写在。游戏数据上，那是他们按后台那个解包解出来的。不要再拉一个！哎呀，没有，没有电话的。好嘞。将领都没有，缺将领的，先把他赶掉，受不了！啊，他下台之后还要吃我一年，
看住。还是有一年的 PP 了。哎，这个点下去又正变，还要回来。圣人哥上路。哎，这个二级降好。啊，我应该先点这个。还有指挥官花费减30。啊，算了，没差。还有现在是用电话，如果是用 PP 的话，我可能会独当。电话就算了，电话我就忍了，反正电话会再回来，没差。不过他什么时候要打我啊？在想到这件事情。啊，他们把非洲拿回来了，好想介入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，爸爸。先把苏联推完，可能比较有机会一点。哦，这个是意大利放出来的黑山保护国。快点，什么时候打仗？快快快！哦，这个也是瞧，这个也是很瞧不起我呢。有赢的三地师哦。有赢哦，这边给一张一张，看来就不是很想点。啊，这边给操纵、电资源、哦、战斗机金标，全部都是给加成卡、哦。本地人啊，这个好了，这个给简称，就你了。Commander, I'm in the list. 好、哦，开始了，终于，9月13号是不是啊？9月13号 ，OK， 来啊！扁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人要登陆，看一下哈。来，登上来，让他登。来，开始坑杀。哦，就在等你上岸。接到你这只老狐狸。哎，开始了，老套路。约到你了吧？我很
会送吗？送很快耶。开心开心。1K 对上174K。精彩了这个。哎呦，哦哦哦，他一次送，好像送很多人上来。那一次送很多人。哎呦，不得了！我们准备了40块来对付你。这边有山又有河，哈、啊！我现在怕他登这里啊。蛮有可能，他等一下应该就会再登了。部队要留好。不点战斗机，试一试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觉得下面有制空权，他火车应该会炸很快，不多一点。哦，开打了，又登第二波，再拉一个 A 打，没有个新的，还来得及。填个线，这里有点危险喽。攻势很猛哎、欸。不然是守住哦，还有留一些预备队，就跟他消磨。可以随时看到所有地方的动态。然后打得差不多之后嘛，我们就从这边过去。怎么看起来不太行？啊，守住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看一下现在战损比多少，698对上55，可以啦，对 ，OK 的。那就拉到一个可以同时靠两边的地方，那我们就一直点。
毫无压力。反正这招玩上瘾了。哎呀！哎呦，危险危险！快快快！不能堆太多人，不然会有堆叠惩罚。没有想到先，原本想说我先丢，然后再换，但是他一直来。先打，我先把部队换到后面，部队先换成40款的，再移到前线去。还炮也缺，那至少先换个20宽的吧。至少换个20宽的也好。没炮啊，炮连那个都不太够。那我也想要。又回来了，又轮掉。我们先把它换成那个就好。哦，没有没有拉哎、欸，真的没拉。他说：“我看我自己可以打多久。”看来是真的。还就是要慢慢打了，慢慢打，慢慢吞应该就可以。要吞，要这样要磨很久。啊，对，因为我不是主要国家啊，道理。我们讲到一个重点。帮我拉进来好了，没有掉啊！哎呦，这个掉了，对，这边掉了，那好像是他之前就打掉了。算了，啊、他没有再往里面推，不管了。哦、我觉得哦，现在我再帮德国一下。再帮他消一下，感觉快了。有再吞一下，德国大家就可以平推了。不过大胡子送部队是真的快，而且他挺敢送的，他那边急耶。好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要把他拉进来了。德国进来玩。那接下来德国应该是一路平推，翻过去了啦，那应该没什么阻碍。把我们的地拿回来再说。让他不要手贱跑过来踩我的地就好了，就把我那个港口踩掉，都行。剩下的都好，包个小饺子。
再拿一个科研草，也不知道点什么，随便点了，瞎鸡巴乱点。我知道，我把这个部队抽回来。这边居然没有兵力，我还不进攻一下？都不攻。哦，感谢天地星追随，谢谢野心追随。剩下赶快进攻一下，忍不了了。我这边，我要从这边推，我们慢慢进去。顺利过关，对啊。他合了对岸去。从这边推了。40宽，来来。Ordonati. Gata se treiti. 让分数也很高。啊。Luatica, assale trebuie. Ordonati. 那就要多拿一些胜利点了。补给顺位拉高一点，哇，真的是沙包！哎，我也不是沙包，我用港口这招太爽了。哎呦，这里有点难打哦。这部队没有走很多，我现在发现。但还是推过去了，没关系。主要都是三 D， 他部队都没走，还是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干，会伤亡会很大吧、啊？这边也还是过来了。他走上面会，哎、欸，才刚讲完，下面也过了，好吧？在下面都过完，就走下面吧。106个长，啊。Respingem, domnule! Ordonați! 还在，还来。Ordonați! Adunarea! Ordonați! 挂线喽！现在村长可以开始包围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大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巴库巴库。好，这个要拉分一队下来，边能包一下。哎，再包一队，好吃。好爽哦，这个。我这边还有48，我现在发现忘记了。啊！自从学会港口坑杀这招之后，哇，苏联变好简单。只要守住第一波，留个港口给他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。他迟早会下去的，再也不担心他了，再也不用怕他了。La comanda.Attenzione! Ordonati! 还是有船屋的嘛？忘记了，少了可怜的船屋。这边应该不会再有部队了。不信他运得过来，可以收尾了，可是不会再有部队过来了，先南北合围了吧？啊，64，要修我靠！哦。我说切一下哦，这个切下去伤筋错骨哎，这可能要死，还死掉，得了。他还没有不讲武德，他退比较快，那他跑比较快算了，没关系。他，哦，他是真的蛮不讲武德。我现在发现，干他把我，他从那边绕过去，然后把我部队截断，操你妈，真的是，没差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换地方打、啊。那我不要走你那边，我走我自己这，没关系，第二路。就看谁先，好，他好像比较早，他比较早到斯大林格勒。他好像比较快、欸。不行，我要先到。哎，我先到。对呀。哎，先进去喽！哎，它是靠近之后，它会自动把那个线连起来。发现，不对，它应该是后面被截断，所以它把它连在一起。这样。而且它现在苏联应该已经是。他投降是迟早的事情了，被拉了很多小弟过来，而且他这个是旧的国策，所以没有给什么核心，我应该会打得更开心一点。现在，但是这个部分什么核心都没有，就不是很想吞，只是让自己更惨。更难堪而已。
La comandă. Am înțeles. Retragerea.罢工。然后连列宁格勒都还没掉，那好像不用打太快。那个都还在。La comandă. Gata de marș. 就打满57可以。可以至少拿个蒙古吧。蒙古什么的应该不成问题。哎，吞一吞，收拾一下。Attenzione！La comandă. Adunarea. Ordonați? Ei, 列宁格勒也掉了，剩几趴？希望今天关台之前可以结束。84、32、31，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啊，可以快哦。今天看到第二次德国，不是德国，苏联爆掉了，可以再看一次。大胡子覆灭记。Attenzione! Adunare! Attenzione! Ordonați! Oh, 我们伤亡他 1.8M 欸，就57而已，这一会不会太少？给多一点吧。Attenzione. Am înțeles. Am înțeles. 靠腰嘞，跟，哎呀，鹿同盟喽，美国鹿同盟了。Ordonați. 尴尬。Ordonați. Gata de marș. 我想要不要换宝马了？那骑兵在跑了，要实在一点。入港权 ，OK。那就拿去。快点，剩五趴，等一点了，我想睡觉了。你出这么多部队来这边踩。Attenzione！ 吓我一跳，我刚才我要投了，还有兴奋一下，不过也快了，22。还是踩这边啊，我把这边踩一踩。这边应该给德国，我拿下面。Attenzione！也要拿地自己踩一踩。啊，98，有20，快要再踩几个点，应该就掉了。干嘛？不要再摸了。出绝招。啊，投了投了投了，哎，碎了，对啊，苏联又再一次投降，赞。这边德国会先拿，所以我要先把目标放在这里。爱神啊，乌克兰啊，乌克兰，我觉得德国会凹走，
所以我决定先凹蒙古，然后哈萨克斯坦。哎，巴库不错，对对对，巴库这边我可能要自己拿，这边啊，这边我知道，这边我直接用点的把苏联养在这里，但也不是不行。然后乌兹别克，那我可能这边要先点。那点的话是什么？是苏联的傀儡吗？把养在这里了。让石油都在我们手上。好，这样。哎，很好，他没有跟我们抢。就这样。你拿你的，我拿我的。乌克兰应该在这里。对，他会拿。就德国会抢那边的地。我把苏联养在这，哦，这边一样塞给苏联好了。哦，这边我去拿个，这边地也拿一拿。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不想自己囤，真的缺一个傀儡。好呀，哦，他跟我拿哦，他也蛮聪明的，他先凹这里。这个我要凹，拿剩下的，他跟我抢这里干嘛？我要拿舰队，没了吧？没了没了，哎，应该结束了。哎呀，所以最后结果就是一二三，然后我多拿一个蒙古。看图瓦，图瓦是谁？图瓦是我的。我靠呀，是把它划给俄罗斯。哎，没关系，不用怕他作妖了。他是 D04 D01 系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真正的苏联呢？跑去哪？总有一个苏联吧？总有个俄罗斯吧？总有一个继承了正牌国车数的国家吧？不可能都在我这啊！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他还有没有小弟？哎呦喂，靠！要杀小，他在哪？你在哪里 ？What the fuck？ 怎么还在？大哥，你在哪里 ？Amazing！ 他都在哪？靠背啊！哦，你他！应该不是吧？这干，刚不是还有一千多分？他怎么不拿？到底在跟我笑？为什么要躲在这？哎，不是啊，没有，我想不是他在那边就很麻烦。我这有个阵营也不行。不行，我看，我要睡觉了，我再重新吞一次，我受不了，我要起笑，我靠，我要怎么在那里？他妈的，真是完了，这很搞哎！我看，我再来一次，再一次，我气死！我刚吞这里嘛，然后边。
干！他妈疯掉！好，这样。对啊，我打哎，对哦，刚没有干哦，这是接着干，拿海参崴。哦，这边是唐努图瓦，是给唐努图瓦，可是他有苏联核心啊。不能直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得点。唐努图瓦有吗？哎呦，在这里找到了，把它点掉。这里先点了 ，N 算万算就是漏的那一块。有分数高不怕，拿护吞，看谁比较厉害。好呀。很选啊，好。还要跟我凹。好。没了吧。对，现在是怎样，现在是应该都结束了吧。把他海军，然后啊对，要割他的那个。开采权啊，然后民工，大民工，好多民工，资源开采权，只有先拿石，哦，挖库油田，这爽。铝啊，钢啊，什么都拿走好了。不然石油也太多，还是这样来的。压机不要乱撒、欸，太多了吧？好，不想点，懒得点了。可以了吧？应该是正常的吧？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啊，看到康斯坦丁出来，我就安心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没得点。啊，结束了！你看，我们拿了。半个苏联，咦？德国也拿蛮多的。这样看的话，他拿的都是比较核心的地方。我给他的这也不差啊，毕竟他这边有他核心地，只是没工厂。哎、欸，没哎、欸，这有60亿三十四，有100多厂，而且是我割走一些，这也算多了，还行。嗯、好，这局完美了，接受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样结果还蛮满意的。啊，存档，睡觉喽。哦、啊，我现在积了8个档，还没打完。这个档，我想这个档，我在想要不要玩。啊，这个档这样子，这个档真的要打的话，接下来应该就打同盟国，但还要打美国，打美国就很麻烦。
好啦，现在好了，有空再决定说要不要玩这个。再叫咯，拜拜啦。